片 Rose 对于人们不再使用 LTE 4G 网络感到十分震惊。他在 IG 上和粉丝互动，发出 TMI 讯息问道：大家现在都不使用 LTE 4G 网络套餐了吗？ Rose 表示自己因为还使用 LTE 4G 网络被人嘲笑，让他也一度很想立刻去换手机方案，但最后还是留着 LTE 4G， 因为对于 Rose 来说，还是觉得 LTE 4G 能提供最稳定的网络。 Rose 对 LTE 4G 的信任也在韩网引发讨论，网友普遍认为 5G 时代还在用 LTE 真的会被当成古人，但有粉丝觉得虽然首尔的 5G 网速很快，但 Rose 经常要到不同国家，不是每个地方的 5G 都很好，保留 LTE 4G 网络确实收讯会好很多。